篆书。隶书。楷书。行书。草书。新，拼音为西音，新，字形结构为上下结构，部首为金，笔画为24画。新，取金多财富兴旺之意，多用于商店字号或人名，有读训，是指余气。常见诗句有：尖处田园好，愁边岁月催，世心伪壮志，无意愧无才。记得点赞、关注和订阅哦。